直播兑换，充值一万块，万物生长靠太阳啊，就这个效果。万物生长靠啥啊？水嘟嘟啊，小小魔法兑换万物生长只需10万块，原价20万，现价只要10万块钱，来吧。那这个水嘟嘟还真挺好的，说实话，你这么一想，万一以后你想搞那个万物生长呢，没有水嘟嘟以后的20万，哇，那真的是可以的。特效，施法特效，万物生长，开启施法特效，来看一下落叶萧萧啊，看没有，脑袋花顶一朵花，就这个施法特效，10000块，全身是绿光啊，绿到心发慌。在逍遥游侠这里啊，自定义颜色及特殊染色啊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特殊染色，现在初始颜色是这个绿色，我们可以想怎么染就怎么染，深绿色、蓝色、浅蓝色，特殊染色先看一下，墨黑啊，哇塞，墨黑配水嘟嘟，帅呀，我都帅呆了。看一下月白，月白也还行，但是墨黑帅啊，我觉得墨黑更帅一些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万物生长，夜蓝施法特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对吧？这个绿白色加它，这个颜色的配比就非常的鲜明了。这回再看一下，哎，对吧？这回就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哎，对吧？这回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没有战绩的话，感觉效果更明显一些，兄弟们啊，没战绩，效果更明显，是不是？细节更突出一些。因为那会被他挡住，那些会被他那个水都的身体挡住那后半部分的细节，再去染个白的试一下。哇塞，好羡慕这种为所欲为的人啊！哇，又一个三点成效啊！万物生长，皎月施法特效，龙神我又来了。好看一下白色的，哇，比你人还快，真的是。哇，白色也好看呐。白色也好看呐，这比那个刚才在那个地方看又更好看一些，我觉得还是没有坐骑的话效果更明显一些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没有坐骑感觉这个细节和动画效果更美一些，啊，也还行，白色配黑色更加显眼一些，要不然会顺色。